现在这个流行性感冒呢比较流行啊，呼吸道感染啊，咽喉啦、气管啦啊，都很容易受了细菌感染。我们呢，先把那个呼吸弄好啊，比如说现在吸，拉高脊椎啊，呼手背从中间下来，呼吸，呼吸，呼，做了几遍。好，现在呢就从中间开始，两个手要这样啊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啊，把身体的血气调整起来了。其实那这个心肺咽喉啊都是以涌动为主，涌动为主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这最有效就是三音展翅啊，吸啊，拉后啊，以涌动大动作的涌动为主啊，往前拖，打开，回来，拉后啊啊，吸气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再来啊，往前，吸，呼，吸，啊，呼，啊，吸，呼，啊，这样来，做几下三阴展翅，把胸、心肺啊，扩展出来。我们要大呼大吸啊，放开这个喉管啊，向前，要把这个气管这个做好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逆天式啊。涌动，刚才三阴展翅啊是横向的张开，这个是直向的竖起来的，心状的啊，肺部的底部哈。慢慢做，如果不看不明白就放慢一个镜头来看啊。现在呢有一个啊，这是以静态的了，不需要做这个多么厉害，就是从这里也是涌动为主，吸，从这里吸，吸吸吸啊，吸吸，来到头顶这里啊，从鼻孔呼下去啊，这里进去，下巴后呼啊，吸，不用嘴巴，刚才呢是用嘴巴，现在用鼻，我们每一个呼吸要感觉到空气摩擦到两个鼻管，接下来啊，吸从心胸区天德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这一个穴位啊，那再从这个颈椎到这个玉枕，再通过前面呼下去啊啊。后，从这里兜个圈，呼啊，好，反过来，
B 吸进去，从这里呼出去啊，从咽喉这里，心胸这里啊，以吸为主啊，这个比较困难一点。可以坐下来练也可以啊。好，反过来，吸进来。啊，吸进来。慢慢来做，好了，做完这个呢，就是静一静，要听，慢慢的听，放松来听，听那个自由呼吸，听那个呼气，摩擦那个闭管的声音啊，这个时候这个音啊，因为刚才做了很多大运动量的大呼大吸的，现在呢就用平常的呼吸，让那个呼气摩擦那个闭管，通那个闭管那个血管，那个维氏血管，让它慢慢吸收那个氧气，感觉到这里有冷冷的，那个闭管会有点发热的啊，那就更好啊，没关系的。啊，刚才呢，啊，那个运动了，现在再复习一次。松，心松，吸进来，啊，再后脑出来，再闭，吸进来，下巴扣，呼出去。好，现在呢，吸进来，往下。呼出去，吸进来，呼出去啦，啊，吸，慢慢做，掌握这个吸进来，呼出去，吸进来，呼出去，这两个一正一反的这个部分的上丹田的呼吸。啊，最后就不用走圈了，不用在里面走圈，啊，就摩擦闭管调气，啊，先把那个氧气慢慢融化吸收，摩擦那个闭管，强壮那个闭管。啊，这样呢，就多练，平常多练，其实。如果你打太极拳，把那个呼吸气统领全身，也是一样的。不过如果有一些敏感呢、毛病呢，就重点做这个不是打拳嘛，这个是气功嘛。但是你利用打拳把那个气功用上去也都可以的。